Hallo, das war ein Doku。我们今天买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谢姐姐妹花。我是谢一彤，我是谢恩，我是谢爸爸。对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拍一个视频哦，就是拍吃饭东西。也不是，我们其实买了一个新的，是一个。麦克风，无线麦克风，听到了，它会收音的嘛？它不能这样讲，它就比较大声哦。其实我们应该放在中间那边就可以了，它就已经会吸收那个声音来了。哎，啊，不用，也不用喊了，真的不用喊。它其实它就是收音了的。你讲什么话，你等他们等下就会在那边听到的。OK。好，这样呢，今天我们来这个过后啊，我看那些很多网红啊，他们拍那种吃食物的那种视频啊，哇，很多人看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一样呢，我们买了三包这个零食哦，我都选这个三包都很脆口的，像这个脆口零食啦，他等下就会听到啪啪声的。现在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呢，尽量吃美味一点，然后呢吃到哐哐声。这样的三包哦，我们不可能一个晚上吃完三包嘛，我们选一包来开 ，OK 吗？我要这一包，我这一包。选一包。我要这一包。像我要这一包。一人吃一包，不可以啦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我们做这个拉达利，跟我们玩剪刀石头布，等，赢的人选择还是输的人选择？赢的人选择啊，所以赢或者是输了，开了是不可以反悔的，不可以吵架的，要接受这个事实的。好，我这包呢，我就不开了哦。因为我这包我留着我自己慢慢吃。OK， 这样呢就谁来？剪刀石头布。啊，还没有啊？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是谁赢？我赢。是妹妹赢。所以呢，妹妹你选哪一包？选择吧 ，OK， 你可以接受吗？嗯 ，OK， 哦，不错，所以这包我们就收起来，我们过后才开。现在呢，由爸爸开包哈。那我一等一下，我一开的时候，你要拍手的，是吗？嗯。为什么呢？嗯。可以给试一下这个麦，看 OK 吗？收音 OK 吗？啊！OK， 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一个人吃啊。谁先吃？我要。他先吃了哦。你看，你要做点白灯的嘛。方哥 ，OK。你对着，你去前面，你对着镜头，你去前面。OK。OK， 哎呀，拿着 ，OK， 拿着，你去拿着。哎，做白灯。那还没有吃，还做白灯吗？嗯。妙，我会。OK。好，他。我看人家，这个是应该是够大声的，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过来看。这样都有请我们第二位试吃者哦。好，来要擦一遍，先擦一遍。我不要擦，我要擦。啊，你要做一遍，你要试吃哦，很好吃的样子。然后最是一定要大声啊，因为哦，我要给那个收那个音，看那个音好不好？是我不要吃，我吐出来呀。我尽量。OK， 谢谢。哇，有吹的声音哦。嗯，好吃。不用喊了，喊到我啊！你们不会做白灯。两条一起下。Nice，OK， 好，跟他们讲，现在我们要吃零食了，跟他们讲拜拜，拜拜。
订阅我们频道和点击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